进来的帅哥美女们，如果你们手机电量能超过10%的话，请给小队来个双击好不好？叫你们吃个大海螺。这海螺有点瘦哈，有点红。海螺是最又香又嚼劲。为什么几干呢？因为有的人吃了干会头晕，干点头了。眼镜的大老虎虾哈，下血本了，老天啊！半个月生活费没了。为了个双击，可下血本了。咱俩能不能给个双击鼓励一下？给就给一个吧，反正也不花钱，用那发财的小手戳戳屏幕。确实好吃，有点贵。多久没吃到热乎的海鲜了？先露个爆头，一上火辣辣的辣椒油，啊！皇上说的，哎呦，满满大米啊！一帮鬼，大米啊，快，嗯，老姐，天冷拉不动咋办？咋整啊？算了，老铁，只能拉成这样了哈。